三度面对布莱威，这球打在左中之间，打在左中之间掉下来的安打，因为是守国徽哦，所以三位外野手都守得很深，但这球呢反而是形成了一个德州安打。第三度面对布莱威，这球打在左中之间，打在左中之间掉下来的安打，因为是守国徽哦，所以三位外野手都守得很深，但这球呢反而是形成了一个德州安打。这球打在左中之间，打在左中之间掉下来的安打，因为是守国徽哦，所以三位外野手都守得很深，但这球呢反而是形成了一个德州。